两百六乘三点二。他哥俩还支不开吗？这嘎的，这嘎是卧室吧，北边。南门吧，搁小门也行。这嘎的，对，这嘎的。搁这小门也行。这边搁。对，你靠这边也行。这边也行，靠这边也行。能爬俩猪这么大呢？大好，不是玩笑。今天在这嘎达整一个猪圈啊，猪圈完了，给他垒呢，垒上过两天抓两个猪，过年啥？那还不，那还搁娘他不下呢，可不？啊，去年还不下呢，搞那个什么辣椒的。行行行，顺利的定四十公分，四十，底下四十，上反多少？上往上翻，捏成这样还要紧？一米六吗？那个难点，那个难点，靠这个。这块这个地方就高点了，大腰这个高，那肯定得高，不高它能有那天吗？高了，这个那块一两米，拉两米的，拉三个两米，带点，你太高没用，我带啥用？我看这玩意儿这盖不能有太高，太高不行，太高，太高。就是这个是横的，完了这个木担这顶上，完了这个木再担这顶上，就这么大，就一个搭一个，一个搭一个那么搭，完了还好看。完了还省看省的木头了，完还好看，完了那个那什么，还通风，成了，肯定的，漂亮了，这个不成太牛了。老哥，咱们这整的啥？是住院了？是别墅啊？那家伙赶上小别墅了，你俩整的呢？啥都会，铁匠、木匠、瓦匠，是吧？房盖都得听着。这家伙通风啊，这玩意儿一点火都不带上的。这是住院，干什么？干房子了，我中间溜，他说，不是这个是有，和这个，搁木头躲起来的，对，不行，这鞋往南打鞋是往北打鞋，咋进去的？往南打鞋，往南打鞋是进去，哎，完了再推出去，不用了吧？这都，那都不用了，那没事了，那啥钉子？这是钢钉，我能整得行吗？这玩意儿？那得盘盘呢？你咋盘呢？搁什么了啊？哎，王玉，带什么了哥？钢筋你盘不了。那玩意儿完了呢？整机啊？对。这床这个整的挺那啥。这嘎子这铺点立砖。对，这是客厅。等会儿给现成的。这嘎达是卧室。咋建呢？这线够长的，不得，我能拽着。这啥装备都有，这家人奥特曼了呀？啊？老哥，俺奥特曼了呀？